了，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，对吧？你如果那个了，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不是昨天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、啊？就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啊，我师傅，我师傅。那晨晨是我徒弟，那我现在就这样子，行吧？啊。拉我干嘛？不要拉我！我现在是跟他好好讲事情啊！他们现在什么态度？你现在什么态度？人家黄磊现在不处理是吧？那现在行，那我们就自己处理。刚刚也讲到了，你们家那个江苏区啊，集团领导，你们集团领导刚刚也放话了，说我们不行，我们就自己处理，没有对吧？刚刚那句话，你只听了前面一句，对吧？那现在的事情怎么讲？你黄磊不处理是吧？你现在照旧跟我道歉，知道吧？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？是你骂了我，我跟你道歉。哎，等一下，别激动，没事啊。你现在不应该跟我道歉吗？为什么跟你道歉？对吧？那我们就按自己的那个来处理。那行。对吧？我操！我操！你干什么？